吃西餐嘛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谁跟你说要吃西餐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拳击馆？打吗？和你，怕把你可爱的小脸打花了。所以你就让着我点嘛，司徒哥哥。真打都给我打出血了。拳击台上无兄弟，司徒哥哥，你要认真一点嘛！来，继续。对对对，俗话说得好，好男不跟女斗。你能打我，但是我不能打你。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，所以呢，今天跟你过招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他。你不是说想跟我约会吗？只要能在他的手底下坚持超过3分钟，我就答应你。你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我要加码。加什么码？如果我超过3分钟，你要加我微信。怎么，怕了？谁怕了？加微信就加微信，我赌你一定坚持不了3分钟。来，Round One！ 这么快？喂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啊？不可能，现在才是开始。受过训练，人家可是专业的教练，你打不过他的。不可能，时间没到，不能放弃。记住你说的，3分钟。想为难自己，是心动的代价。
啊，你没事吧，四叔？你说什么？怎么样，我今天威武吧？我看你就是找死，清了那么多地方，不疼吗？疼也没关系啊，不过还好，没有伤到脸。我贴歪了，我重新贴一下。啊，你是不是答应我加我微信？反正加微信也是从网友做起，做网友起码能接近也行，没问题，感情就是需要慢慢培养。啊，我贴好了。哎，等等我。哎，怎么只是你一个人在吃饭呢？西西呢？小梅啊，赶快叫西西过来吃饭。哦，不用了，奶奶，西西她不太舒服，还在休息呢。西西生病了，快去请医生啊。也不是什么大病，休息两天就好了。两天？可是今天你不是还有慈善晚宴？嗯，我一个人去。奶奶，你慢慢吃，我回房间了。